先盛点面筋黄，然后倒上生抽、老抽、姜葱、鸡精、少许盐，倒上可乐，没过鸡翅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收汁儿。你说一遍，白老师，这道菜怎么这么复杂呀？不复杂，不复杂。 2000多公里，啊，闪光了！啊！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做的好看，没想到你真有两下子。那你也不能光带着蛋糕来啊！我给你做两个菜吃。啊！干了这碗现蒸炒米粉，齐了。还有我朱姐给我做的蛋糕。干杯！